你的故事是在攀岩开始吗？对，是我们可能工作的关系吧。刚刚萝卜糕加蛋是现场的吗？完全不一样。What does the government protect the economy from？ 可是这都不是重点吧？你要找到一样一模一样的，我觉得也不可能。对啊，那现在觉得过得很快乐就好了。3月9号，我在台湾，你好吗？乐活姑娘遇上拼命三郎安娜的故事。